剪刀石头布，难道今天不来帮我一下？你是刚到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我刚到。对，我已经在这坐20分钟了。我本来还想回去换个衣服，正儿八经的，现在穿的。别弄了，就别正儿八经，我穿上不得了。非常的亲切，跟张老师的感觉就像在跟我大舅聊天一样。中场球是吗？可以。我最起码能接到球，接到一个俩的。你不可能接到，你真的不可能。赠送给两位的甜品，只有一份啊？对，只有一份啊。我吃，我吃。我就让你吃。我不想吃。你不吃我走了。那你走吧。来了。Hello， 妹妹，迟到了，迟到了。我其实本专业我是学画画的。有笔吗，老板？你去画这个，你去画这个。好。这一上来我觉得不太行，这一上来我觉得不太行。给你点胡萝卜。它是狗还是羊？几个月嘛，我先全皮肤福利满满，该你了。看到这个地特别亮，就特别滑倒，特别滑倒。先尝一口。最后一块了。最后一块了吗？最后一块了吗？今天最没有意思的事就是吃饭。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吃饭。嗯，看着不错。我来不及像你这么品尝这个美食了，我就先。我是懒得单点，所以我。运动员都这样，吃饱拉倒了。那你讲究仪式感的东西。对，我就没有把吃饭当成一种仪式感。就每次有吃饭的环节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点无聊、尴尬，就我们俩吃不到一块儿去。就别滑倒，别滑倒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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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去画这个。好。一上来我觉得不太行。那你也画一张。我画。